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到了青不知子海上古道了。哎，地方很短哈，那这个太阳吧，就这样子。最热的时候好像已经过去了哈。要不要遮阳？要不要带阳伞？看你们决定啦。那个，我们要稍微小走一段，大概三分钟，好，三分钟走到前面的这个